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来看课本习题三之一。那老师呢从这个第二题开始讲哦，这个题目我们给他两个赞，这算是一个蛮基本的问题。这个题目在说什么呢？他说把这个矩阵哦做什么动作列运算，而且列运算有三种。好，那做了列运算之后呢，让这个矩阵哦变成这个矩阵。好，那请问哦 ，ABC 株分别是多少？那同学列运算是哪三种？我们快速的来复习一下。第一种列运算就是把两列怎么样对调。第二种列运算呢，就是把某一列乘上一个不为零的常数。第三种列运算呢，就是把某一列乘上一个不为零的常数之后，把它怎么样加到另外一列。所以在同学的想法里面，你一定会想说，我们要怎么样透过这三种列运算，把这个两列四行的矩阵把它写成这种形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首先呢，同学，你看哦，这里是不是4跟 3， 而且是0跟 2， 那该怎么处理呢？其实老师哈会这样子做，来，同学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写哈。我首先我会这样子，先把第二列乘上多少？乘上负一，加到第一列。好，同学你可以跟老师一起写哈。先把第二列乘负一加到第一列，我们先让这个元素变成多少？一二三的一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做了这个列运算之后，它会等于多少呢？这个第二列我们先把它写上去了，三七四一，对不对？好，乘上负一加上去，这里变成一，负一加上去，所以这边变成多少？九减七是不是叫做二呢？这里五减四是不是叫做一？然后这里变成多少？好，这里变成零。来，同学你先写到这边。好，我们先把第二列乘上负一加到第一列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件事情，因为他希望我们最后这个第一行的部分是不是会出现零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你知道老师要做什么动作吗？我现在要把这个第一列乘几倍加到第二列，我要把它乘上负三倍。好，乘上负三倍加到第二列。好，那请同学跟着老师一起做哈。来，第一列我们照抄一二一零，好，乘负三加过来，这里是不是就出现零了？没问题哈、哦，乘负三加过来，二乘负三是负六，负六加七，这里是不是变成一？一乘以负三，负三加四是多少？是不是叫做一？零乘以负三都没有东西嘛，是零哈，零加一还是一？好，我们做了第二次的列运算，做到这个地方，同学看一下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那你说老师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？同学你猜猜看，你想想看吧，如果你希望把这个矩阵、最后变成这个形态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好，比如说来，同学你看，这里是不是0？这里是不是希望是 2？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什么动作呢？我们可以选择把第一列跟第二列怎么样，把它做一个交换的动作。好，所以现在老师做下一场列运算哈。我们现在把第一列跟第二列怎么样交换？交换之后，来这个矩阵它会变成底下这个形态哈、叫零一一一。来这里变成一二一零，可以吗？来，同学看一下有没有问题？哎，那你现在再比较一下这个矩阵跟这个矩阵。哎，同学有什么差别？现在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？来，你看哦，这里是不是三？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把第一列乘几倍，把它乘三倍。可是我们希望这里是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先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先把这个第一列乘几倍加到第二列，我们可以先把第一列乘负两倍加到第二列。好，我们先让这个零先让它跑出来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矩阵。它会变成多少呢？同学注意哦，这里不能写等号，要画箭头。来，这是零一一一，来乘负二加过来，这里是一，这里变成零。好，这里变成负一，然后负二加零，这里是不是负二？来写到这边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哈、好，那你再看一下哦。这两个零是不是已经造出来了？啊，我们希望这里是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接着做第三种列运算，我们把第一列乘几倍？我们把第一列乘三倍。然后他说希望这里是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把第二列乘几倍？把它乘两倍。OK，
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矩阵哦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来，它会变成0333，啊，这个乘两倍会变成2，0-2，负多少？-4，这样子，同学有没有问题？所以你现在去比较一下，原来的这个题目跟最后做利运算出来这个结果，同学你可以很轻易的看得出来哈。来，请问你，你的 A 应该是多少？来 ，A 应该是谁 ？A 是不是应该是3？然后呢，你的 B， 来 B 是谁 ？B 是不是也是3？好，那请问 C 是谁 ？C 是不是应该等于-2？好，最后同学你的猪会等于多少？是不是叫做-4？好，所以其实同学利运算不难，好，就是重复去执行这三种不同的利运算，好，让这个矩阵变成另外一个矩阵。好，那谢谢各位同学，我们这一题呢就简单的跟你谈到这边。